大家好，我是荣安，欢迎来到月 Yoga。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套针对腰间盘突出的瑜伽理疗练习。原因是最近收到大量来自你们关于腰突问题的询问，所以特别优先录制了这支视频。这套练习适合患有轻度腰突或者想要预防腰突的朋友们。腰突其实是一种生活疾病，造成它的因素有很多种，进一步发展会引起坐骨神经痛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它的发病已经越来越年轻化。我想这跟我们久坐、缺乏运动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着密切关系。今天的这套练习，我们将重点训练腰背肌肉，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。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腰突症状，请避免以下体式：站立前屈，双腿以及单腿背部伸展式，仰卧起坐，仰卧直腿抬高。最后，我们今天的练习需要到一个柔软的抱枕，来使你的练习更加舒适。首先，我们从金刚坐进入四角板凳式，双手分开与肩同宽，双腿与胯同宽，手腕在肩膀的正下方，膝盖在髋部的正下方。稳定好以后，准备吸气，抬头塌腰，肩膀和臀部保持同一高度，呼气拱背低头，看向双腿之间，吸气抬头塌腰，呼气一节一节卷起脊柱，再组，吸气牛式，胸腔得到延展，呼气拱背，脊柱最大程度得到拉伸，最后一组，吸气塌腰，呼气拱背。回到四角板凳式，接下来吸气，抬高右腿，右脚勾脚，可以的话，左手离地，指尖朝前，确保头部、脊柱以及骨盆处于中立位。呼气扯回，另一边，抬高左腿，脚尖向下，稳定好以后，伸展右臂向前。这个体式有助于增强和稳定下背部以及深层脊柱肌肉，有效预防椎间盘突出。呼气收回。好，接下来慢慢俯卧到垫上，可以将抱枕放在腹部下方，使我们的腰部得到支撑。双手搭桥，额头向下，感受一下此刻腰部的状态。绷直双腿，膝盖离地。好，吸气，抬高右腿，呼气落下，左腿抬，呼气落，继续保持这样交替抬腿，各边五组。注意重点不在于抬腿的高度，在于我们有意识地去启动腰背部的力量，保持均匀的节奏以及稳定的呼吸。最后一组，抬高右腿，落，左腿，落。好，在这里休息放松一下。好，从身下取出垫子，我们来到人面狮身式。
食指大大分开，掌心压地，小臂向前平行伸直，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，耻骨上提，两侧肩胛骨收紧向下沉，目视前方，让你的腰背主动发力，推动胸腔向前向上。你可以将这个体式看作一个温柔舒缓的后弯，推动突出的椎间盘回到原位。呼气，松开双臂，额头触地，双手来到肩膀下方，手肘向内收紧，准备吸气，双手推地，腰背发力，使我们的上半身离开地面，小眼睛蛇，呼气落地，继续吸气推起，双肩后撤，脖颈拉长，呼落下。再一组，吸气推，脊柱自下而上不断延展，呼气落，吸气推起，呼气松弛落下。最后一组，腰背主动发力，好，接下来双腿分开的幅度可以再加大一些。如果在这里你感觉到仍旧比较轻松的话，尝试着直臂推起身体，如果腰背压力特别大出现刺痛，请立即退出体式，回到俯卧姿势放松。在这里注意同时启动腹部以及腰背部肌肉的力量，呼气曲肘落下。再一次吸气推起上半身，感觉你的脊柱向上延展，从尾骨来到颈椎再到头顶，保持呼吸。呼气慢慢落下，双手搭桥，脸部转向右侧，稍事休息。吸气收回头部，接下来我们准备双手双脚同时抬离地面，想象自己飞翔在空中，尽量使你的胸部以及大腿面远远离地，来到蝗虫式，呼气放松，双手搭桥，头部转向左侧，再次放松。收回头部，我们再来一组，上半身腿部同时抬高，胸部手臂以及双腿向上抬高不是目的，把注意力放在背部力量的启动与脊柱的延展上。呼气双手搭桥，额头向下，再次放松。好，推起身体向后，慢慢的仰卧到垫上，
屈膝，双脚后跟尽量靠近臀部，你的指尖应该可以碰触到脚后跟，双脚平行踩稳地面，准备吸气，一节一节推动髋部向上，呼气落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，直到我们的肩膀与膝盖成一条斜线，呼气落下，再一组，吸，一、二、三，呼气落。下一组，再次高高推起，好，有意识地收紧双肩，双手扶住你的腰部，使我们的髋部进一步向上抬高，眼睛看向腹部，呼气，有控制的让臀部落地。好，接下来屈右膝，右脚勾脚来到左膝上方，双手环抱左腿大腿后侧，使下背部可以紧贴地面，彻底的放松背部。呼气松开，换另一边，屈左膝，左脚勾脚来到右膝上方，你可以握住右腿小腿或者右腿大腿后侧，在这里让自己感到舒适以及放松。我们的颈椎、整根脊柱自然延展，松开双手，双膝来到胸前，双手环抱，轻柔的左右摇摆，给我们整个背部以及脊柱以按摩。好，回到静止，保持一下。最后，再次拿出你的抱枕，放在我们的膝盖下方，慢慢的平躺下来，进入最后的放松。让你的腰背卸下压力与负担，不断沉向地面，在这里得到完全的放松与滋养。Thank you.
脚慢慢地收回双腿，来到胸前，身体倒向右侧，再慢慢推起，回到简易坐姿。双手合十于胸前，感谢自己对身体的关爱。喜欢我分享的练习，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Namaste.